姐姐跟弟弟在逛铁路大街，是个铁路的美食街。哎呀，那个模型不要摸啦，那个用坏的话要赔的啊，姐姐。那是模型，来往前面走吧。对啊，这里都很逼真啊。你知道什么要做模型吗？你才可以知道说你做出来的餐点长什么样子啊，不然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个餐点长什么样子，他就不想点了。啊，你有模型的话，人家知道长什么样子，他就比较想点了。再往前走吧。可是有些是拿真的。是哦，可是真的不能放很久啊。这个是什么？炸物拼盘。这个都是模型。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那个模型都很贵哦。还有珍珠奶茶的模型。对啊，珍珠奶茶割成做成模型啊。嗯，看到我就好想吃了。好，我们往前走。你说什么？但它没有胶带。对对对。它有肉的模型。好了，快点往前走，我们往前走，不是要去全家吗？对。左边也有模型。姐姐，你。牛排。哦，好。它就不用做模型了，因为你知道牛排长什么样子。那边啊，那边也有模型啊。好，往前，往前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你看这里也有模型。好。还有一个。啊，我喜欢的荷包蛋。对啊，很酷吧？哇，还有蛋黄。嗯。好吧，他们很喜欢看食物模型，慢慢看吧。